经查系范闲因积欠赌债，又刚好得知父亲要出门交付跟汇的款项，约新台币41万元，故前往埋伏。于父亲上车前持玩具枪威吓，并动手抢走父亲的手提包。警方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，并以作案车辆查缉黄贤到案，讯后依强盗罪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